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好。发现黏胶，发现都胶了吗？说这个是。梅倩，梅倩，在这，用梅倩进来就好。这个是要，请进一跟那个进攻的进攻，一千，以前变写得很漂亮，后面写得很丑，后面就是改了，就是有点改。然后那几天，你是一家人吗？家人吗？干嘛呢？看看。但是还是要考试。协助帝君玉子从你在
写心经的时候，其实你身体是不舒服的状态下，你硬要写，所以你杂念很多。你心经那就是杂念啊，想太多啊。有外在的干扰，还有你自己内心的干扰的杂念，所以你是硬写的，所以心智没有净空的下去写，所以里面都是杂乱的。心经就在让你先心静，是平静下来之后才开始写。这写心经太容易了。对，不是为了交代，为交代去写的，是为了自己。好，你写，你写的比上次教的还要差。确定吗？所以如果你下一次再教这样的，就是一个月份的，对不对？再教这样，你就要回去原点了哦。哦，我已经先跟你讲，哎。
我说他这次写的比上次那次还要差，所以他下一次再交这样的新兵，他就退回去原本的位置。好，会去实习义工。是。我已经先跟你讲了，那后续就跟你联络了，好不好？这是什么？啊，功课。可是我都没有比他更粗，粗细长，就感觉这是不同人写的呢。比较大，比较粗，比较细。最后一
你现在看什么？现在你好看什么？他调进的是吧？对，今天你才艺，今天才艺，对，这个是第一条。就因为炖炖一个章，这是蒋师兄，蒋国雄。是出面板，然后去见黄的这班做见证。嗯。我屁股了嘛？没错。啊，那就别发你了。你们做今天那杯冰做得到？啊？你们做今天杯冰做得到吗？啊。后续信众如果说他回去发现，比如说像他是考官，然后不同意，让信众自己在地方改。新生公会员频道开播咯，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，不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谢谢，拜拜。